反光了。那只能放。不用，不可以。然后我一边，你一边把我更新解说。等一下。太反光了。你往这边轻一点，对，好。哎。不太行。就是选择的模式有四个模式可以选择，你可以先在模式里面设置好你想要的图形，设置好，比如我们先选第一个直线。按这个按键，按第一下是红光预览，然后再紧接着按一下它就出光。就选择直线的模式，然后我又选第二个，这波轮上下调整是可以移动它的光标，按下去是按确认，我移动过来这个第二个，然后按一下，它就选择了第二个模式。然后第二个我设置的是矩形，然后你可以看到，它是个正方形，然后再按一下就出光了。这时候它就自己会扫描。